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佳，今天给我爸过去修一下电视，顺便买点药过去。我在视频底下也看到大家评论，说是最有效的药就是那个泰诺，还有布洛芬，然后再吃点维 C。维 C 呢，平常吃水果就行了。然后今天过去再买点布诺或者是布洛芬，但是最近这两个药销量太好了，好多药店都空的。在这儿找了一个药店，进去看一下。怡康药店，咱们进去看一下。还有那个布诺芬。没有。那个泰诺呢？泰诺也都没有了。啊？没有。退烧药现在只有剩对乙酰氨基酚了。啊。嗯。那有那个自己检测的那个试剂没？那个得礼拜六、礼拜天吧。那时候可能会啥都没有，连环清瘟啥的都没有啊。卖这么好，你看我们货架都空了。哦，这两天卖的人比较多。这两天买的都是这一类的。行吧，行吧，好嘞。刚进去就没有的呀，算了，在网上买一买。哈哈哈哈，看到了吗？这两个药现在真的是不好买。药店都被买空了，哎，再往上找一找，先过去给我爸修电视吧，然后我再买点那个自测的检测剂，然后到时候万一有症状了，也不用去医院，也不用去核酸点，自己在家里测一下就知道了。还有一家药店，我们来问一问。呀，还有那个。布诺芬有没有？布诺芬啊，来一盒，30包啊。你先把再给大家来一盒，来两盒吧。你先把那个码让我扫一下。扫一下，好好好。啊，备药嘛，对。好的，你先扫个码。哎呀，这么麻烦。我都不进去还要扫码吗？好好好，买到了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卖布诺芬的，现在买药还挺麻烦的，各种登记，这个给我爸送上就行了。我信号，这卖盒有，这个发热的时候吃。啥？布诺芬。嗯，这是。现在不是放开，你把我药不要哦，发热才能吃啊。哦，那发热就是发烧才能吃。发烧那其他都不要吃，平常多吃。刚刚发烧才能吃。发烧才能吃啊！我是说，都不发烧就不吃。嗯，多吃点肥果就行了。你好，我这儿移动宽带现在电视用不了。这个移动宽带是前一阵做活动，一个月不到40块钱。哎呀，这个质量确实堪忧啊，看了几天这个网络一直出问题，叫了他这个人工上门服务。刚练完车，小佳过来接我，然后一会儿跟爸爸一起出去吃个饭。今天教练把所有的项目都讲完了，然后下午还得练，因为马上考试。带我爸过来，也在西安粉庄吃个泡馍。你要啥？女孩子要那个菜给打针，凉一餐。哦，那你给你要。要了一个凉菜。哦，这一个筷子，你拿筷子的。你要了个面。这是哪？没了那个啥么？凉一餐的那菜给打吗？哦。吃个菠菜面。凉了忘了给小表拿。这个菠菜面感觉还可以。他在袋子里面放着呢，直接给下，会不会在外面卖的那种？
感觉这个小炒一般，看一下。其实还没有外面的好吃的。卖香都没有外面好，同盛堂，同盛祥。看起来都不太好吃，一碗馍没有什么菜啊。小炒应该菜多。蒜苗啥来的啊？这个是泡馍的糖蒜，还有辣子酱。泡馍感觉还可以啊，卖相还可以。这还干嘛呢？还要每天晚上要喝一杯牛奶，还自己把铅笔一削。还自己拿个本子拆抄那些好词好句的，老师也抄。你最近咋那么乖呢？回家自己写作业。那你就不要拿了，我准备好了。嗯，把你绳绳一绳。嗯，明天没有体育课。明天没体育课，明天周三的。嗯。你把鞋套鞋套你。晚上牛一涵在帮我擦桌子。因为他也太干净了吧，把我们家擦得干干净净。然后他刚才还把他的书桌擦了一下，我把餐桌都擦了。擦得那么详细，我从来都没有擦过桌子腿。